我覺得夢想就是要令自己開心，同時我都覺得夢想這個詞被大眾用得太多，而有時一個普通人聽到夢想這個詞會覺得哇好像很虛無很遙遠，其實我覺得可以貼近生活少少。現在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合格的白領吧，能夠支撐自己的生活，給家庭一個富裕的經濟狀況這樣。现在梦想啊，现在梦想就是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吧，不说找个自己，应该说找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吧。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就是长大了都不一定会做你小时候想做的那份职业，但是可能就是这种过程让你慢慢发现什么是最适合你的，不一定小时候你的梦想就是适合你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我很开心。总体感觉就是每一天都过得挺开心的吧，挺开心，因为这边环境很好，然后景色很好，空气很好，然后蛮安逸的，挺好的。比国内我就感觉就是轻松很多，就是整个人不能做什么事的话，就感觉比国内要是更自在一点嘛。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很适合生活。然后呢，我也很喜欢这边相对于中国来说更慢节奏的生活。我准备以后毕了业在这儿留两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做做会计方面的事情，然后再回国，然后做一些在外企做一些关于英语啊社交这方面有关系的事情。现在的话就是努力寻找能够留下来的机会吧。如果能在这边生活的话，应该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现在学的是护理嘛，然后呢可能还是想在医院能找一份护士的工作。如果这边有了好的工作，我更倾向留在这儿，因为这边就是刚刚我也说就是比较轻松自在，但是也要看缘分嘛，看机遇嘛，看缘分。就是因为现在先要明白自己有什么，然后才可能就是要做好准备嘛，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就是我觉得你要不停的积累，不停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等到机会来临了，你一定要去抓住它。首先我觉得还是平常要自己准备好吧，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有技能和知识才能去把握好。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机会的话，我想我会抓紧它。我觉得机会它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你逆袭一下，然后把握机会就是要大胆尝试，不要胆小，就是也算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在生活入面都会有很多自己想做但是没有实现到的事情，那往往就是可能被很多东西在影响着，从而没有去遵循自己一个真实的想法。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小小的想法就是可能就是通往你自己梦想的一些契机和一些机会来的，我觉得有时你只需要鼓起少少勇气去尝试一下，你不要理人家说什么，你做了先。